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涛哥有料，涛哥有料真实报道，我是涛哥的助手小曼。坐在我身边这位木木同学，他说最近遇到一个坏人，我们来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。木木同学，你来跟大家说一下。曼姐你好，我是木木。其实挺不好意思说的，因为我是被一个摄影师给性骚扰了。但是我现在没有证据，所以我没办法报警。然后我就找到你，希望你能帮帮我，把他的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。你说一下那个摄影师具体是什么行为吗？就是我是一个大学生嘛，平常我们拍照约拍的时候都是在 QQ 群里面直接约，就互免的。有一个摄影师就找到我说，那你这么漂亮，你就应该在你最美好的年纪里面拍一套私房摄影来记录一下。其实我不知道私房摄影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然后我以为就是和平常的摄影差不多。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身材还是挺自信的，再加上这个摄影师又说他可以给我800块钱，那我一想又可以拍照，然后又可以赚钱，还是挺不错的呀。然后我就答应。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他那些话都是骗我的，就是为了要骗我去。那你说他性骚扰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其实我们到了拍摄地点之后，我发现是一个宾馆，但是我也没有想太多。我们拍了几张之后，他就说我的衣服不太合适，然后他说他带的服装，然后结果掏出来是一堆情趣内衣，我说我不穿，他说知道我拍这套照片是花了钱的，你一定要全力配合我才行。后来我就说我不干，但是也不行。后来的话我就想我早拍完就可以早走了，然后我就穿了，但是他又以调整姿势，就是以这个为名义就来就是一直碰我，就是一直摸我，然后他还就碰我那里，对，然后。他这个人吧，就特别色，特别恶心，就他那个眼睛一直乱瞟，就是到处乱看，然后我就被恶心得不得了。后来我就受不了了，我说我钱也不要了，然后我自己换上衣服我就走了。那我现在真是回想一次我就被恶心一次，回想一次被恶心一次，所以我就找曼姐，我就找到你，希望你能帮我一下，把他的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，不要再让更多人上当了。他这种行为真的是太恐怖了。我们来安排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晨晨，现在我们已经要到摄影师的电话，来晨晨，你来。涛哥有料，真实报道，微信公众号搜索涛哥有料，给你好看。谁呀？哎，你好美女，你就是程程吧？对，这是我跟您联系的。你之前拍过那个私房照吗？之前也是第一次听说吧。知道怎么拍吗？大概也不是太清楚了。在屋里拍，我告诉你。来，你先坐下，拿一下吃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脸哥啊，我是一个摄影师，然后很多姑娘包括男生啊就是找我拍照都非常满意，然后希望你今天可以配合一下我，我可以就是把你拍得非常好看，然后一些姿势什么的你不要拒绝吧，相信我，相信艺术，来，那我们可以试一张了吧。来，摆个 pose 让我看一下，两个腿要在一起，往前手放在这个腿上，这个美女，这件外套有点碍事儿。这外套还可以吗？我跟你说了，肯定行。身上，鞋子脱完了，麻烦你到站到旁边。来，站上去，我一下都不让你，这是保守的。看完估计就有了，把腿可以稍微弯一点，慢点。你这屁股不够翘啊？翘一下屁股翘一下。我觉得你还是达不到我要的效果呀。你穿的有点多，就拍不出私房照那种感觉。我就感觉我穿的还行啊，不够性感。是吗？要不然我带了一件衣服，你换上去咱们试试吧。啥样的衣服？来，这件呀、啊。这衣服是不是太那个了？这私房照有什么嘛？感觉这个衣服是不是尺度太大了？这衣服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。之前不是说就跟平时拍的没啥区别，怎么换这样的衣服？然后相信艺术，这样拍是最好看的吧，展现女孩子的这个身材嘛，看身材如何，你怎么换不看了呢？不行啊，是不是不信任我？没有吧。我觉得我们可能应该再熟悉一下。啊？
不用呀。这样的话咱们都放得开，对照相也有好处，对吧？啊，是吗？哎，你不，我不是说让你听我话吗？哎，你干啥呢？你还干嘛呢？哎，人呢？人呢？哎，我操！你谁呀？干嘛呢？这拍私房照，相机都在那儿呢。拍私房照动手动脚，我哪动手动脚了？你还没承认，说这儿都有摄像机呀，可是。你不是喜欢拍私房照吗？来，快上，穿出来。要么进派出所，要么穿上。穿上，赶紧穿上。别等我回来弄派出所去。你先出去。赶紧穿。裤子也脱了。别脱了吧。脱不脱？给拍照，好好拍照，给我拍。他不喜欢露吗？你打个什么打个？公安，你还觉得不好意思了还？看到没有？嗯，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给我记住，如果你再这样骚扰女生的话，别被我知道了，知道给放网上去，听到没有啊？你轻声大一点。知道了。